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将于2021年由印度主持召开。这将是印度继2012年和2016年之后第三次担任轮值主席国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。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，印度将于2021年8月16日至18日举办第二届金砖国家贸易博览会。展会在一个网络平台上以虚拟方式进行，该平台提供便捷的访问方式，可以在办公室或家中使用。点击注册后，登录并使用已注册的信息访问虚拟会展中心。一、到达会展中心后，会找到各种选项，这些选项引导您如何浏览整个展览区，在服务台联系我们的代表寻求任何帮助。二、点击信息，可查看已计划的当天议程，还可以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反馈。三、点击金砖投资休息室按钮，在金砖投资休息室会见并讨论可能的投资机会。四、点击展厅按钮，前往金砖国家展馆。使用搜索选项，可以根据参展商的产品简介查找参展商。五、进入展位后，在右侧可以查看参展商的文件、产品简介及其产品组合。六、通过文字聊天或视频通话选项，可以与参展商进行互动，也可以与参展商交换名片。在左侧可以向参展商发送询问，也可以查看他们的社交媒体渠道。八、参观者进入礼堂，可以体验网络会议直播和预先录制的会议。在礼堂大厅的左右两侧查看议程和问答链接。九、为了建立联系并寻找新客户和潜在的合作伙伴，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 B2B 会议室，在这里可以预先安排与参展商的会面。十、社交休息室提供多种选择，可以全天与参展商进行会议和合作。这些会议仅限金砖国家代表之间进行。在 Facebook、LinkedIn、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，可以关注金砖国家贸易博览会。我们期待您参加2021年金砖国家贸易博览会。详情请访问 www.bricsbusinesscouncil.in 进行注册。